还需要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哎呀！我跟镜子都下去了。拜。不要了。阿光，阿亮，在干嘛？知道啊，可能在卖萌吧。呵呵。先重开一下。欸，回来！可恶，我的钱，钱回来，就是你害我，五个银还我，喷个五银给我，没有银，没有五银，连一银都没有，小气鬼。把我的钱弄还回来。欸，大哥，我应该可以跟你买了吧？欸，你要我存钱才可以买哦，你真的是有够机车的。存钱。啊，存好了，存好了，来。可以了吗？来，我钱存好了。我要买这个。找一下。啊！我完蛋了。嗯？怎么了？点回来画面的时候，不小心砍到兔子了。啊、哦！抓到了！啊！救人喽、哦！掉一下雨，耶！哈哈，老习惯，不愧是鱼而立之屋的钓竿。啊！哈哈，甩太用力了。对哦。虽然是多人的，好像都忘记加蓝队了。啊，对，加蓝队。金色，金色，金色，金色。你也太激动了吧！金色的什么？金色的鸟。抓不到了吗？抓不到了，抓不到了。手太短了。可恶啊！为什么手短？哦不！怎么了？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我真的觉得你还是带点那个回忆药水去好了。死掉了，再见世界！我决定，我先不要过去那边探索了。那边太可怕了。丢去了，萌萌。什么东西丢出去？把萌萌的李子丢出去了。What the hell？ 要这样好吗？把萌萌的李子就丢出去了。什么叫把萌萌的李子丢出去啊？就萌萌的李子啊。我需要洞窟，不要雨伞。不要雨衣僵尸，我要洞窟。不，啊，这次是秒表跟伤害技术。秒表没屁哦。哎，走开！哎，我看到东西了。怎么了？哦不，走开！这是什么鬼？金字塔吗？没错。走开了，死秃鹰，死秃鹰，死秃鹰。哎呀！这是不是得要？你看我在做什么？先下去好了。应该下不来吧？对，他们太大只下不来。可以。上面那群塞木好像没有了耶，没了，这么快？嗯，因为金字塔其实还蛮小，这也太小了。因为金字塔下面有十有八九会出现一个大巨坑，你看就像这样子。嗯，好啦，这个是小坑啦，这个已经算是好运了。我之前有试过一次冲下去，然后掉下去了。
哇塞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说很小了，这也太小了吧？对啊，很小，真的很小。小到小不拉几，小到几点、欸？小不拉几是什么鬼？真的很小。对啊，很小。这个好好用啊。我以为你说小坑的话还算有点空间的，这个是完全没空间哎、欸。啊，对啊。所以我才说小不拉几啊。你这表示你到底是怎么过去的？啊？你带我过来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我知道。啊，飞鱼，飞你，飞你，飞你，飞飞飞飞在飞嘛。飞在飞在飞，你在飞啊！哦，是啊。哎，这要可以先带走。前期还说分装好东西。嗯。有个大坑我过不去。所以我在说啊，待会李子一定会说你到底怎么过去的。李子表示你到底是怎么过去的。啊。你带我过来就知道了。我这个不用问也知道，好不好？有办法下去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呜！一滴血，玩太大了。玩什么玩太大？玩太大了。不要啊，要死了！啊，圣斗火火，圣斗火火，我又有无数滴血了。耶、yeah, ，这就是地牢。我们这里的地牢是粉红色的。粉红色。对。而且那个地牢好像有三种还是四种颜色，蓝色、黄色、红色，我忘记有没有。但是粉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这个我肯定有。啊，看到在走路的金鱼。哎，这边我知道，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。传说中的。祭坛。又是祭坛啊。你知道祭坛是什么吗？你说你拜祭坛吗？啊，不是，也、欸、太深了吧，这个地方。就是如那在一个地图生成的时候，它基本上有几率会生成一个建，那个会打掉，可能会有建出现的那个祭坛。哦，那个。对，可是这太深了吧？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吗？可是感觉很像是啊，奇怪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看到了。真的是哦。对。啊，我啊，这个是没有东西的，可恶。几只可爱。What the hell？ 一定要藏个架，你是专门哎。噔噔，你知道上课了，拜拜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就看着你做东西，好嚣张。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出来耶，血月，血月很赚钱的时候，可惜。哎呦喂，这时候不要血月哦。这时候我反而蛮希望他出来的。因为我们可以刷那个钱币草，没有玩过 Terraria 的人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钱币草。大家刚刚有看到那个小猪铺满吧？那个钱币草呢，就是小猪铺满的强化形态。那我们可以直接用剑它使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开打开我们的铺满。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对。哎，小猪铺满，你还不能直接放在地上，你只能放在平台上面。哦，哇塞！什么鬼啊？刚刚那个一大堆食人鱼，我刚才发现。如果运气好，找到那个祭坛，然后又有剑的话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居然有剑？不是。哎、欸，不！紧急按下回忆药水。完蛋了！怎么了？
有没有水可以借我煮一下？我要躲到早上。哦，真的要死了，完蛋了！基本上这边是腐败地形，不要啦，不能这样闹的，等一下。腐败地形。这个时候出腐败。你看到了，冲跑。那只能跟你说声欢迎回来。愤怒，生气气。哦，终于找到了。你知道我找到什么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第二个沙漠神殿。可是就是因为挖，用挖的挖进去，所以我刚刚很紧张。可是就是不好想的。哇，爆雷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嗯、还在想要丢什么东西，不要这样。这个好。看一下。哦，还有很远呢，糟糕。不用水，不用水啊。都开哟、哦。嗯。完了，好像是得需要魔法台。哦，是的。哎、欸，我的钱喷光光了，等一下。喷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回去捡。天启，腐败之地真的是有够烦的。一前，因为后期的话还是会很烦，但至少就是不那么痛。那前期的话，它不止烦，它不止痛，很痛，还很烦。所以更讨厌。总归一句就是烦。对，我知道。哦哦，你说那个水瓶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捡完了。那OK啊，今天就关台了，拜拜。拜。